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又一个地下城，最近才开的新服。这边为了想要挑战排名的朋友，快速的介绍一下，想要快速成长应该具备哪些道具。首先当然是要先去除广告，最近可以说是基本选项了。能快速补充攻击力、攻速还有移速的增力效果，还可以领取双倍的签到奖励。再来是高级通行证，可以轻松的获得外观及宠物箱，还有多样的资源，是相当高效率的通行证呢。最后是月常精英冒险家装备包，不用宝石来配好装饰品就可以了，只要备齐这些要素就可以放手刷怪啦。小氪游戏我推荐这款。